你把前面那一节删掉。好的，我知道。然后呢？你放回去删了，我看清楚不清楚不是？撑准了就 OK 了。所以你就要衔接进去吗？嗯。你如果你要分开拍，你就得衔接。嗯。那你要不给我拍个完整的吗？Good, good。你给我拍个完整的吗？